冬季的萝卜雨水就是等于肥料，没有雨水的话它会变成畸形。那我可能就是雨水淋的比较少，所以长得没有再降生期了。没有，吃起来有点像厚纸板。哇，很少吃厚纸板不好的。每周日晚上8点，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詹姆士出手料理。